今天比较没有时间在弄离台湾的部分，不过还是有做到一些东西。就是我们目前9月10号的离台湾小聚应该就会确认在摩斯公聊，然后我现在在填表单，所以就是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接下来每周三晚上7点到9点都会举办实体的小松。那接下来这场实体小松地点就会像如这个例子一样，那如果不客来参加实体的小松的话，也都可以透过线上联系的方式加入我们每周三晚上的聚会。然后再来是我们今天有收集到一些新的意见，那如果大家想要讨论人工智慧的 issue 的话，也都欢迎就是扫这个 QR code， 然后这个 QR code 上面会有我们的 newsletter， 还有就是 policy 意见整理的链接。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I governance using Vitalon process to do AI governance, you can just scan the QR code and the QR code link will link to the police opinion collection and also the newsletter link for that. 对，大概是这样，所以 Vitalon 的问题大概到这边结束了。Okay. 谢谢 Peter。